CJ 再给出来，再找张志远，篮下看看张志远自己强打，转身两分未中，看看利用掩护再接背后，再给中间，还是斯文再转移，这下差点失误，再来这转身，这一下要失误，失误了。俄斯宇个人拿到八分，看看白金，哇！高森宝一对一防守，直接把白金的中投带出底线，两人直接传导。张志远这次传球有点糟糕，二次进攻机会，杨振，哇！孟子凯守护住本队的篮筐，两人再提上转移，这球还是失误。下一场段，七号戈兰，这下呢跳传。CJ 这下要出球，这个出球又让球队失去了球权，看看白金撩篮突进来又被切掉，再找杨振，还有15秒，杨振突进来一记大帽，来自宽宁天津队以7分拿下比赛，感谢他们为我们奉上精彩的比赛，谢谢他们，感谢各位球员。